不是佛，我说的菩提是我的。我看不见我的菩提多。我找四个人手一人手一串试一下。不会的，用力手也撑不了。心安照同我把有的是可以说我的老爹刚才是把谁叫我结果这一切。要不也一切不一把不一搞不我要搞你手也撑我真的都仍然都没有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我内部会预设了呢？原来那只 game 呢有个很重大笔，不过他未 handle 到。后来就我看翻2022年11月不是21年11月7号不是11月7号呢，咁基本上，琴日咧，嗰只琴日咧，我 friend 已經咧恢復翻，兜一個未恢復，跟住後屘我嗰日食完飯之後咧，即係我舊年夜晚食完飯之後咧，睇翻 BF， 結果恢復正常，我 level 497，呢個係啊，呢個497，跟住升到level498。BM 337要有幾步左右去彈，我記得好像三步了，是三步簡單來說，就是只要他需要自己要去彈在那裡，到那天就算同隊他拿車不停撞到電腦水為止，基本上第三撞第三次的就是當我背書完了之後入咗個小隊，係 Uvita 小隊，自己一個同佢一齊，跟住即刻就上。見到佢又同一樣，都係我落單位面，不過唔係玩位面嘅。佢基本上自從十一月二號之後，一路都係玩觀望上。啲地址鋪曬，不過佢啲鐵馬嗰啲膠帶仲喺度封緊，仲係依家今日咧，終於都開始動工。嗰塊地，前幾日不如上個禮拜多幾日咧，嗰個地方開始拆曬地磚，用嗰啲膠瓦封住，但係一路都冇人整嘅，淨係拆咗佢，今日先有人整，搬翻嗰啲新嘅地磚啊，跟住鋪水泥。
原先加碼變成了水碼。假地咯，依家先整。咦？但唔係喎，引體嗰個位好快整完一日啫。但係點解其他雙槓嗰啲位點解要半？點解要超過幾個？點解用幾個月先整？唔係嘅，地話是到底嗰個單槓嗰個位嗰啲地氈到底係唔係其他人鋪嘅？唔係嗰堆工程鋪。因為如果你鋪完嘅話，理論上應該會整啲嗰個移到曬啲鐵馬膠帶嘅，點解仲封緊嘅？我諗應該唔係工作員鋪，因為我見仲有啲零件仲喺度，佢嗰啲咩固白色固定嗰啲窿嗰啲膠咧，仲喺度。我唔知啊，估嘅我知係。因為我跑係最尾跑過錯嗰度咧，見到有個著住黃色衫嘅啲哥仔踩住單車，佢有個收音機，佢有個音響裝置啊，唔知係咪播緊咩咧？喺站印度有呢個車門將會打開，下一站 CNO 右邊的車門將會打開。呢、這個廣播就迪士尼線，佢有飛翻印度，跟住又下一站迪士尼，咁假地好似佢睇跳埋。基本上跳落咪喺巴士嘛，我咪講過，冇一個勁多嗰啲所謂鐵膠啲咧，一個喺巴士咧，就醒起四年前有勁多巴士咪走去馬場對開巴士點大去影巴士啊，同時有個被稱為知名嘅巴霸咧，走過嚟阻住曬。跟住後屘成堆巴士又真係屌鳩佢，後屘要搞到驚動警察，我諗緊好丟架，好似有啲小學生嗌交咁樣，定係黑社會講述。我隻左腳好痛嘅，腳掌個位差唔多係腳趾尾個位。知點解跑一開始跑嗰時都好痛，我自我停機已經痛了，哇！拉傷咗。